好，来，直接来，直接来，直接来。靠，要直接来哦！哇操！来 ，OK 了。啊！这有人重复是不是啊？干，又要画和尚了，连续几天在画和尚。画和尚的招有哪些、啊？啊！这什么？看我这什么东西啊！啊！干，感觉有重复。没单。完了。啊！什么东西啊？欸、啊！我怎么画两次一样的？妈，谁知道这不什么鬼啦？他妈三个人重复的表示，他妈还有你们，就只知道这一招而已。哎，怎么又是这个啦？是他妈全部人都只会这个哦！我跟你讲啊，我已经知道是哪一招了啦。你他妈的，而且还画都一样嘞，跟那红色叶子到底什么啦？红色叶子是傻小啦。来了，看一下多少重复。干你！九阴白骨爪，鸡鸡。是合同的啦。哦哦，画超好，太帅了吧！哇哇，你灵异教师审美哦！我的你们画出来，哎呦！干我的你们画出来，服了你们！哎，是真的画得出来了。哦哇！啊！怎么四个字后面变成一阳子啦？靠北一阳子是怎样？想说是段誉他们家那个混蛋啊？不是，他四出同门不是吗？哎呦，靠北！拿起同个家系出来那么鸡吧，我记得没错的话。干你娘！不是他妈只知道九阴白骨爪、啊。完了，来到叶子要出现了，叶子哦，哇，什么叶子啊？你那是猫爪，狗脚猫爪。等一下，所以不止一个人出九阴白骨爪，三个、啊，三个，因为我也出九阴白骨爪，一斤斤的三个，没有，什么啊？哇，你这很厉害、欸，这是啥？哎，还有直接出心法，你还心法嘞？你中间前面也是被人干是不是？哇！啊，不是啊，啊，这个为什么会是水上漂？差太远了吧。啊，我你他妈到底看哪三個字、啊、哪？他在水上漂了。又是九阴白，又是你妈九阴白骨爪。来，叶子出现，叶子再度出现。大小叶子，叶子大小啦。你死嘞干哦！啊，我知道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大众招已经被我们拆掉，我们现在拆小招啦。小招，小招太难了。不是啊，就是说，反正这个大众招已经被拆掉，反正等下不能再出九阴白骨爪，应该就。啊、金庸就只有九阴白骨爪，没别招了。有啦，有很多啦。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这个这个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这你们肯定想不到。来啦 ，OK，OK，、okay okay. 好，我就看你们怎么猜来啊！干、啊、这个干嘛？你们自己说不要大众招，就来个一些大家有点冷门，但大家又都知道。我跟你讲，这一题应该会有人猜错，就是他会跟另外一个东西搞混。这题其实可以有两种解释。
干，这题应该是不会有人错，这题还蛮简单的。来 ，OK 了。好 ，OK。哎，奥贝是题简单，奥贝，靠呀，真的。他这个也没写几个字，他这是。OK OK， 哎、欸，这题画的不错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题画的很好哎、欸，那个意象有道哎、欸，这整个意象有出来哦、喔。啊，有人又出重复的啦，靠背哦、喔。没有，不一定重复，我觉得不一定重复。我刚才讲的那个东西有两种解释。啊，没有啦，他可能画上面的字，哎、欸，也不一定啊，可能只是刚好他应该是有重复的练法，好不好？有重复的练，然后看到跟你跟你但是是不同的武功啊啊，是什么？靠背这个，干这怎么画啦？这招完全零特征，这题怎么画、啊？这个应该毫无悬念了。OK 啦，随便随便随便啦。其实我不知道这他妈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哎、啊，太小啦！他妈赖永宁是不是你画的？什么东西啊？什么画？这个太简单了吧？这太简单了啦！这爆干简单呢、欸。干工，而且都没写几个字，他妈。好猜，猜死你哦！这题中了啦，简单啦，这题太简单了。来喽，揭晓了喽！哎，葵花宝典，干娘，谁画？啊！我也是我。靠背嘞！毕业剑吧，毕业剑把三把矛切掉，毕业剑吧，是辟邪剑法，不是辟邪剑法。我就想，我就想要想毛妹在什么？他练过辟邪剑，我突然想到嘛，我问这辟邪剑，妖啊！完了。哇、哦，太极拳！哇、哦，人人有功练。我靠！哇、哦，都一样。干这这么简单哦！我靠，太极拳画个太极出来，大家都知道了。我蛤蟆功啊！我有呢，我有呢，哇！哦，啊！哦，辟邪剑法，这是什么、啊？哦，白痴，辟邪剑法，怪哦。靠，辟邪剑法跟葵花宝典都要剁鸡鸡没？哦，是哦，对啊。靠，别我是东方不败，还有一啊。哇，你看吧，我就说哇，而且是搞反呢。哇，原来可以这样搞啊！来了，最后一题。哇、哦、啊，玄冥神掌哦，靠背啊，怎么有人在那边打什么寒冰神掌啦？什么冰铲子？靠腰哇！干我完全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我什么乱画的？玩七星大法差太多了吧？靠！你猜一个大家都没猜到的东西耶！靠背哦！冰增长确实把它冰起来吧，都变。